怎样，去赞美这片星空的浩瀚，又要如何去征服无边无际的海，去追逐风的方向，探寻梦的光亮，一路放声歌唱，自由的成长，就让青春去飞。烟火参与，其实爱并不需要千言或万语，每个懂得奉献的人都很伟大，有了信仰的支撑怎么会累垮，为何我的眼中是这般的泪花，我奉命执行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，带兵出征，请指示。处乱而不进，和临危而不惧，当孩子发出了第一声啼哭，我此生注定将为其全力以赴，夜里总会有一盏明灯照亮去路，用那微弱的光指引我走出低谷，我该怎样去赞美这片星空的浩瀚，又要如何去征服无边要把中国空间站建设成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，我们空间站将从事空间科学研究和空间的新技术研究实验，我认为将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设施。